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，而是平平的父母。红烧鱼，嗯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嗯，再来个清炒菠菜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多吃点菠菜，可以补气血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我想，你先说。好，你的房子我不要。我现在这条路是当初我自己选的，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我什么，也不用想着去弥补我。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把平平治好，给他一个健康的未来。嗯，没有别的心愿了。挺好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像你这样跟我说你心里面想说的，挺好的。以后你也可以这样。想到什么就跟我说，我也会跟你坦诚。我们不要再为了对方好就藏着掖着互相伤害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讲的？我爸说他想有共同的抚养权，他想多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，想多跟孩子接近。他的出发点是对的，但我知道你现在没法接受，我理解。还有一句话，你上次说，无论什么，都改变不了我们是仇人儿女的事实。我回去想了很久。这话不对。我们俩的事实不是仇人的儿女，而是平平的父母。错，这些行为看似都是很友善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你的错，是在怀柔你，是在一步一步的形成抚养事实，为将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打一个基础。